艺人黄小柔、汪东城以及蓝心湄等人于2007年出演《终极一家》，广受大众喜爱。没想到时隔多年之后，黄小柔日前在社群晒出了和《终极一家》演员们的合照。只见照片中除了黄小柔，还曝光了蓝心湄、汪东城、蔡韩成以及张浩明几人围在桌前，对着镜头做出古灵精怪的表情，像极了真正的一家人。据悉，他们聚在一起的原因是为了替汪东城庆生。黄小柔也开心地表示，非常想念大家聚在一起在片场拍戏和聊天的日子，给他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，直呼自己真的很爱他们。事实上，自从《终极》系列结束拍摄后，演员们都各奔东西发展自己的演艺事业，同时也因为行程繁忙无法特意安排出时间聚会，因此这次久违同框画面引来不少网友惊呼非常想念他们一家人，甚至有人喊出剧中咒语，激动表示真的好怀念啊。